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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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台湾的传统的东西很重要的，就是我咧讲的足重要。哦，会使包容有台上啦，台下嘛是包容子弟团啦一样。这个北管是大部分的人，大数的，不是少数民族呢。葫芦啦，客，哦，采茶八音嘛是北管呐，伊嘛是爱咱这阮这的北管音乐。庙会倒是嘛爱北管音乐，你是讲歌戏嘛爱北管音乐，无嘛站不住，拢总爱。阮爸爸、阮妈妈是专家，空隙落则无头路。啊，阮妈妈就是会弦啊，会拢会晓。啊，伊唱功出名的，查某老生。啊，阮爸爸是咧教音乐啊。啊，若要教音乐，缀阮爸爸去，伊咧教学生，我是去兼去旁边的。安尼学来的。我15岁就出道啊，出道去溜。六14岁学西雅，学评剧。哦，我学的物件真多啦。我17岁就咧教做老师啊，哦。对，我继续有咧教，啊，有咧做职业，带过的班默剧、傀儡戏、采茶八音、国语、乱弹，我都大小通吃，那就包回去啊。我学音乐太侪种诶。邱老师在北管音乐里面，不管是吹、拉、打、弹啊，什么都很突出。他不但乱弹戏熟练，对歌仔戏他也很强，京胡也拉得好，他也能唱，而且他也知道京剧的锣鼓怎样，哦，所以他就通了。那所有的东西都通，这样子的情形下，他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文武场。所以剧界很流行的时候，少不了这种人。邱老师在台湾的北管音乐，以目前来讲，他可以称为一代宗师。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老师其实在20几年前他就很清楚知道他要传承这种东西，他尽他的所能去把他的东西很清楚的交代在他的剧本上面，然后希望他的学生借由他的剧本还有他的声音能够更清楚的去学习。这种戏出的剧本啊，这不是破的剧本。剧本。对吗？林朝臣，这我爸爸的名，伊徛徛留落来啊，这总纲啦，古早的剧本是安尼。这明末清初落个即卖，安尼有几百年啊！阮爸爸都100几岁啊，啊，搁用先知的先知安尼啊，啊，我话第一就是传落来，啊，我传到我这固定搁写过，无这呢学生摕去看无，这无，这汉秦文博，啊，这老乡上银就两股靠北第一场，来去这个古迹。哦，这是我下过才有安尼注明。我是讲，这安尼后摆发扬光大，我唔惊人学。学生若侪，老师都出名。较早老师拢无要教啦，无要写给人哦。要吐一节谱就听有。我无，我拢是开，一直写给伊。要让我大家拢会晓安尼啦，拢会晓。集体功勋，青红一枝。青红一枝。呀。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要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认识，更多人研究，因为你拿了这些东西你不见得唱得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邱老师他在思考的时候，他其实是个很面面俱到的一个老艺师，因为他留下了谱啊，留下的音乐啊，他留给台湾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就是这个东西的传承啊。北管有破产量，啊，锣鼓天堂哦，明末清初留到即卖剧本，还有总纲，唔是讲我做的呢，唔是我写的呢，迄我是去传安尼呢，传出去安尼呢，
哎，也挺重要。这个是你既然走这一行，你要怎么样让大家更清楚你这个艺术的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一代的传统艺术的从业人员要去思考跟努力的面向。唯有这样子，才能够把老艺师还有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得以持续的再继续推广下去。我现在很重要的刻意，反正一种时代不一样，没有榜样难看。啊，那我只当我讲出来的学起来呢，无多。我爱用学较强的，学较强啊，把这个物件啊传。所有的北馆的剧本，白纸现啊破，套骨锣鼓筋，拢总交互伊。伊就爱会晓才有效呢。会晓再去教，唔才有内容。啊，你若未晓，干那拢互你啦，你嘛无内容，无内容。是讲爱认真学安尼啦。大家拢嘛是讲爱王爷，你个你食到王爷水暖，要放袂记。